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哎，咱们呢继续来唠一唠这个黄蓉的一个速通啊。在视频的上部呢，我已经打了前面的四关，我是打了四关吗？五关？哎，反正前面打了四五关啊。之后呢，我是死了一命，死了一命呢是在夺荆州的时候呢，时间不够死的。整个武将。然后呢，我是分别拿上了火箭、冰剑和爆剑，拿上了这三件啊。现在的话呢，这个。整体的输出呢已经非常爆炸了啊，然后呢这局游戏呢是一个黄蓉的速通，黄蓉速通呢时间是规定的一个60分钟以内啊，这样的一局。那么呢咱们来啊来看一看这里呢咱们啊这是继续用这个火箭清一清这个大狗，然后这个小兵就随便杀了啊。黄蓉这里呢就是如果想快清兵呢就是用这个属性剑撞啊，属性剑撞呢是没有这个属性剑效果，清兵非常的快，快的飞起。然后呢有三件加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剑不对口啊，依然也能秒兵，这个人确实是很强啊。然后这个位置我是想把这个小兵杀了，一直杀不着。哎，动物书不让捡吗？好，这里捡上。哎，我怎么四个动物书了呢？前面看还没有呢。然后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想速通，那上面貂蝉的门肯定是不进的啊，这地方直接丢一个莲花把门先打开，然后往前走，再丢个莲花全中啊。之后咱们等一会儿，这位置可以选择丢一个张角街啊，我这位置丢了个张灵剑，反正有点脑残啊，感受不错。这位置其实可以丢个张角街啊，或者丢一个莲花都行。我这位置很显然是丢错了道具，耽误了点时间。那么咱们直接走，直接横着走，双 boss 一跳，然后呢打一个张飞啊，张飞打完之后呢，直接就是可以那啥了啊，可以见这个这关的手底 boss 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最快的路线了。之后这大牛哦，切一个冰剑呢，直接一下一个啊，对应的剑杀对应的兵，没什么问题。毒标捡满了，你可以看到小道具捡的非常全啊。这局游戏呢，因为前边的 boss 呢也没怎么用毒气毒标，所以说呢小道具捡的异常的全。这个地儿呢，思来想去扔个莲花啊，莲花呢对于这个三阶黄蓉来讲呢，就是在你一波兵有两个兵种啊，他分别怕两种剑的时候，直接起手啊，直接起手。然后呢这个兵呢怕爆剑，咱们呢直接给他杀死，接着往前冲。这哎挺好，这几个兵全怕爆剑，咱们呢给他捅死啊，接着往前走。又是一波怕爆剑的兵，直接给他们全干倒，一个不留。这位置扔个莲花跳下来躲个张飞的笑，然后呢调一个飞碟换一个冰剑，直接飞碟一丢没中再丢爆气再见。张飞你好，张飞再见啊，两下直接带走。这里呢这个头盔也不用要了，因为我已经有了。然后加血也得吃一下，因为这个血量过低啊，加血一吃九碗一减，直接走。直接啊来到了这关的手底 boss， 目前用时的话呢只有27分钟啊，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快了，非常的快了。那么呢这位置是又爆个野的战机啊，这个东西有点用吧，但是用处一般，不是那么太给劲啊，不是那么太给劲。挪开，继续往前冲啊！这位置是拉他一点屏幕冲啊，省着直接冲到毒蛇脸上啊！这个地儿呢，就是像我上部说的，你说有的时候这个电剑该不该留呢？留下倒是也行，只不过你碰着这个怕电剑的兵呢，也是打两下啊，正常一下死。我这里是打两下，之后我这位置先捡个时间器吧啊，后边的话呢还得捡这个九月杖，其实这时间器捡也是扔啊，到最后用不上。因为呢大伙捡九月杖，刘备登场啊，关羽因为开场出个必杀，所以说呢我先给刘备来一套这个飞盘小花活啊。他这个必杀开完之后呢，惊奇的发现大哥没了，然后这个巧很讨厌啊，你看是吧，这里是自己的一个失误，这个反正你又不失误啊也会出现问题。之后呢这位置选择丢一个头盔，非常明智的选择啊。这个背面有没有酒壶，其实丢酒壶也行啊，这个地儿丢酒壶跟丢头盔呢没什么区别。这位置抽个奖，看能不能抽个小黄书啊，因为呢现在这个小黄书是比较少的一个资源啊。如果单打的话呢，在五虎将呢有三本小黄书，没有腰带是可以刚好搞死的啊。但是呢我这里没有三本小黄书，所以说呢可能到时候要两个小黄书加一个必杀来补了。所以说呢我希望抽奖的获得一个小黄书，其他的东西呢都没什么用啊。那么呢来到了这个归一桶了吧，应该没关了吧，没有果然啊打到了归一桶。啊，那这样的话呢，以这个不到3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打到了归一统。我看看归一统的话，前面是几关？一关、两关、三关、四关、五关、六关，前面是六关吧？啊，前面应该是六关。那这样呢，30分钟打六关，平均5分钟一关，这个成绩已经非常的恐怖了，对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往前走啊。现在呢，只剩两关啊，只剩两关的话呢，我还有30分钟时间啊。讲道理来讲是够的，是吧？虽然说是够的，但是呢咱们也得尽快打，对不对？因为那个毕竟是吧，
这个能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啊，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事儿啊。啊，这位置又爆了个野的让进啊，小鸟金居然减满了，好神奇啊！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事儿了，就是。这个前面几局翻车了是吧？好多人说故意的哈、啊，故意的演一波。那这帮人让我想不懂啊，实在是想不懂。那既然我是为了演一波，那我这时候打慢点不就完了，对吧？规定60分钟以内，我打个55分钟通关啊，还是很好控制的，是吧？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总有那么一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啊，习惯就好了。那么呢，这个位置继续啊，这没有时间切兵剑了，因为看着大牛的第一瞬间呢，我就这个手里的剑是暴剑，然后如果你想切兵剑，这个大牛跟别的兵不一样啊，它出手非常快啊，你想切兵剑的话呢，他就开顶了啊，你莫不如用暴剑两下一个，两下一个。这里呢，我是直接来啊，用张灵剑呢拿上一个隐身衣。这种局势之下呢，这个张灵剑的作用呢，不是这个隐身衣的作用肯定属于张灵剑要高。然后这地儿得下一下，这个地儿的话呢，虽然说下了会耽误点时间，但是有一本小黄书。这个小黄书如果你没有两本，你最起码得有两本啊。如果没有两本的情况之下，你打五虎将那没个打啊，一本小黄书没个打，你得交好多好多的必杀啊，才能把这个五虎将打死。这位置呢，左二右四啊，左二右四，从右往左的一个 AB， 直接能拿下第二本小黄书，有点惨啊，小黄书的数量有点少。然后呢，咱们这里继续啊，继续往前走啊，这上面就不进了。上面的话呢，一把张灵剑，没什么作用啊，没什么作用。这位置有个人参再吃一口啊，这个来点野加血是比较得劲的，你该说不说了。这个火把兵有点屌啊，这再开个 AB 啊，我这里呢会经常的开 AB 啊，因为 AB 是一个大范围的攻击。非常的好用啊，这位置继续再来。这仗金的话我好像满了，那咱就丢仗金清个兵啊，也是不错的，是吧？你看这里一个仗金干了一批小兵啊，之后呢换了一个兵剑，这位置是铁甲兵啊，好吧，还得切暴剑啊，直接切个暴剑啊，一下全部干倒，这就是猛啊。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应该先打那个谁啊，应该先打怕火箭那个。我选择的目标我是想往左也行啊，这里来了，好吧，不太行。我这选择的目标其实没啥毛病，我想开场一个飞碟，因为那个上边的血少，一套就带走了，下边的那话呢还得多打几次啊。结果呢，这个俩人互相狗狗相互，这个 AB 开得很好，可惜后续没连上。之后切个冰剑啊，因为那怕火箭的小子已经没血了，冰剑火箭都一样啊。之后呢，冰剑杀一个，冰剑再杀一个，完事啊，轻松击杀俩 BOSS。之后呢，咱把加血一减，把这个暴剑一换啊，吃满血换暴剑，直接出门。因为呢，出门的第一波 boss 呢是孙金啊，这个孙金的话呢非常怕这个暴剑啊，非常怕这个暴剑。那么呢，咱们这里来了啊，这位置呢也是没有那啥了，没有莲花了。我看这个外边的兵呢有那个不怕暴剑的水兵，所以说呢我选择用一个毒镖扎死水兵，之后呢毒气在这涌啊，你可以看到这里用毒气的好处是吧？这里用毒气的好处呢，戊戌多元啊，这个毒气在这个位置是好用啊，能命中大批量的这小兵加 boss 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既能达到清兵的效果。又能控一手 boss， 贼得劲。这位置呢，我是疯狂的开 AB 啊。这个地图的貂蝉很厉害，不知道为啥。我那天看到这个地图的貂蝉是吧？不让打啊，非常屌。这位置呢，切个暴剑继续毒气，啊，继续毒气。因为这个毒气到后边也没什么用了，所以说呢，你莫不如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连兵带 boss 啊，直接呢一起毒气干一干，是非常的靠谱。我只能说非常靠谱。这里再来，这儿没有对口剑了。这个地方呢是两个怪呢是分别都怕这个电剑。啊，我这没有，这位置先用火箭清个小兵，没用这招啊。六 A 出招失误，这个的时候这个屏幕上怪太多啊，你一着急一急躁是容易出错招的。这位置呢，直接一个双杀，然后威严起身，我利用倒地的无敌打个三六 A， 打个六 A 直接替死，然后直接换个火箭，前面打隐身衣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你想打得快，那隐身衣是个不二之选，因为你除了隐身衣，你也没有别的什么玩意儿了啊，实话实说是吧，没有别的什么玩意儿了。之后这个地儿呢，我是先率先击杀了一个夏侯渊啊，爬火箭的。之后这位置我是觉得许褚之优先，我就选择用暴剑先干一干许褚。那这位置呢，暴剑把许褚打死之后，剩下怪的话呢就是两火一冰。那么咱们这里呢是毒镖起啊，直接呢来六六 A 六 A 击杀了张辽，然后继续毒镖起干倒夏侯惇，同时呢毒晕吕布，获得一个击打吕布的机会啊，然后继续切成兵剑再打这个夏侯惇跑。我看你往哪儿跑，跑不跑了，搞定，然后赶紧换沙漠克，啊，赶紧换沙漠克，这个地儿呢把沙漠克用上啊。你看这个位置啊，虽然说沙漠克打五将不疼，但你看这个沙漠克打这帮小兵啊，这是运气背啊，来一个最硬的熊。如果运气不背的话呢，一个消一波兵，一个消一波兵，啊，你看这个效率是非常的高啊，我
我这他娘的这三国太背了，又来个巧，这个玩意儿真的是有的时候，哎，又来俩熊，哥们你在逗我吧？这个位置呢刚好地下动物书，我捡一个，把张飞击杀了，好，把张飞击杀了，然后呢这两个熊我直接是切成火箭给他俩击杀了，因为这个沙漠和笑他来的两次比较亏。然后咱用沙漠哥接着笑啊，这位置直接笑，你看是吧？一波兵一个啊，一波兵一个，不是一个笑一波兵，这里再来，哎呦，这个黄忠真他娘的屌啊！这一下直接影响了所有的节奏，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沙漠哥可以用到秒啊，用到秒的话呢，可以打到骑马马超登场，但是呢，现在因为黄忠的一剑啊，全乱了，这个黄忠的一剑挺关键的，没有黄忠的一剑，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见到了那个诸葛亮了。啊，基本见到诸葛亮了。然后这里呢，故意死一命，同样的原因呢，就是不出胎摸我。这位置我看我隐身沙漠克，我看谁还能打着我，是吧？我就不信那个邪了。这里继续笑，这弓箭手，这位置再笑啊，看有没有追地。好，再笑有没有追地？没有。哎，有。再笑有没有追地？还行，这个诸葛亮没有湖水，运气不错。这里再打一个笑，追地。好吧，没追上。哎，没湖水，挺好的，挺好的。这里给个毒镖，打死跟他拼了啊！夫妻同归于尽啊！但是我起来了。OK， 这里呢接着往前走，然后这个马王的话呢，咱也没有这个电剑啊，所以说呢直接就是铁剑干。铁剑干这个马王的话呢 ，AA 转圈六 A 啊，我也没想出打马王再好的连段啊，我就这一套了啊。这个其实有别的连段可以 AA 的互接，但是呢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这套连段的伤害已经够高了，两套半啊，这个怪呢就去了。之后呢咱们这里继续啊，再 AA 二三六 A 六 A 啊，你看是吧？随便扒了两下子就快去了。补一口加血，前面的话呢得跟这个黄盖跟沙漠坑卖命干啊，所以说呢这口加血是得补一下的。这位置呢继续，哎没死，那咱顶个加血啊，给他顶坠马来个加血，换一个冰剑正面调照相机啊，之后呢爆一个气，之后直接来啊，这位置我想下 BA 啊，结果打出了这么个玩意儿，失误啊，出招的一个绝对失误。这里呢毒气筒追个地啊，反应还是很快啊，看着必杀把那帮沙漠坑打倒以后呢，毒气筒赶紧追个地，之后呢照相机扔一下，爆一个。然后直接往前走，再照相机啊，因为这个黄盖的话呢，你很难能直接攻击命中他，所以说呢，这个照相机呢直接走黄盖，因为没有这个腰带，这个玩意儿到后边它也没用，所以说呢，莫不如在这里呢给六个黄盖。我觉得这照相机除了给这帮六个黄盖以外呢，我找不到再合适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挺合适的了。啊，这位置呢所有的黄盖全部击杀，然后呢还剩个照相机，有没有无所谓了，换成暴击扔这么一叠啊，之后这个地儿呢我也不选择，哎呦没让飞啊。这位置呢我也就不选择隐身一了，因为隐身一打完这个司马懿刚好减六个，司马懿啊你要是不打你也懂啊，哎终于命中了，那兄弟再见，前天下 BA 前天下 BA 完事啊，一个暴剑九连直接呢终结司马懿脆弱的一生啊，咱们挑好毒镖准备干曹操。然后这个地儿呢雷神锤得拿啊，衣服拿着下血吃马啊，然后直接来拖一个屏幕，看一眼身上所剩的道具很足啊，这个位置真坑爹，给了个大驴，那咱们这里呢直接是把这个大驴击杀，面见曹操。这关你可以看到看似打得很慢啊，但实际你可以看到这关的目前为止只打了七分钟，曹操死亡呢可能也就八分钟啊，这一关八分钟是很快的了。这里呢搞定啊，八分钟还没到你看是吧，然后呢换个暴剑正面调个衣服啊，因为下一个地儿的话呢葫芦娃这个地方呢你想快只能用衣服了，我这分数太少了，这分数居然只有1亿1700万，还没到48级啊，加上1900万差不多了，1亿3600了，有个48的话呢在五虎将呢是有用的，在小黄柱不够的情况之下是有用的，如果小黄柱够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人苏童全程用不上48必杀啊，只有那一个地方可能能用上。那么呢咱们来看啊，进入了本游戏的最后一关啊，决战逍遥津啊，之后呢再来啊，我还记得这个当时这个懂这个苏童难度的人还问啊，就说这个60分钟的苏童包不包括最后一关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这纳闷了，这个苏童啊苏童还得少打一关的吗？比较神奇啊，不知道搁哪儿是玩出来这种打法啊。这个位置呢，我是直接毒气筒，直接熏大牛啊。你可以看到我这几个毒气筒的作用啊，基本都是当清兵道具用了啊。因为呢，这个有的动物你看，哎，包括这个地方是吧？这个护水娃，我直接呢开展一个毒气筒，直接阻止它的护水啊。因为有的很多动物呢，你一个连环打不死是吧？比如说大熊啊，比如说大牛，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毒气筒就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位置呢直接 BA 杀巧，这一个巧说实话可杀可不杀，如果不杀的话呢就是这个葫芦精等他隐身结束，但是如果杀的话呢就是快速的出下一个葫芦精能更快一点啊，这位置就看怎么抉择了。之后呢打一个毒镖，然后呢六 A 没打出来啊，被这个葫芦给阻止了，有点可惜啊，这里呢又隐身了一下耽误了个10多秒。那么呢咱把雷球先扔了，等他这个出来
啊，之后呢，咱们这里就是可以那啥了、哎、啊，可以打完他之后呢，直接过去吃鸡腿了，不是，直接可以不用吃鸡腿了。完了，这得吃鸡腿了，这小子真贱啊！这当时我没骂他，他差点给我打死，看完着，这个差点给我打死我都没骂他。不对啊，好像这是从直播里截取的片段啊，啊，那也没骂他，无所谓了啊。这位置呢，得吃个鸡腿了，因为一下就死了，是吧？一下就死了，你没有个鸡腿，你也不好搞。这里呢，耽误个十秒八秒的时间进来吃个鸡腿，然后呢，切成这个火箭，出门呢等着干这个左慈。有大牛，咱们呢再丢个毒气，哎，你可以看到毒气的妙用是吧？毒气的话呢，未必它就是这个左慈只能打坠地这样的一个道具，或者只能打气手这样的一个道具，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关键时刻，这个地方说实话，这地方刷这个大虾是挺坑爹的，因为这个大虾呢很影响。你看我这里迫不得已开了个 AB 啊，如果这里刷的不是大虾呢，我就可以。在这个下边的位置呢，顶着屏幕一直揍这个左慈了。这里又刷了个大侠，这个大侠必须得杀，这个大侠太厉害了。这位置呢开始顶，哎呦，这个左慈还不太让顶啊，你让黄小英顶一顶，他有什么吃亏的呢？对吧？跑了啊，不让打了，彻底不让打。这个黄小英撞左慈不太好撞，因为黄小英的撞呢偏低啊，所以说呢撞左慈呢是比较的不容易啊。这位置呢继续前 BA 啊，前 BA 慢慢 BA 打 BA 打 BA 打，这里我也想开了，我他娘的也撞不着你，二百滴血 BA 了，还剩二百血，我一个 AB 我干死你，哎呦 干死你，好吧，这位置扔了个战场机，这里战场机呢其实就是等于被大虾扔的，如果没有这个大虾，我这战场机是不会丢的。左慈怎么？但是呢这个大虾实在太屌了，因为我这个地方如果一旦死命呢，后边的话呢可能就通不了关了。所以说呢，这地方我得必须得保他一命啊，这一命太关键了，啊，太关键了。然后这里还没升四十八，有点小坑，我这里需要打一个四十八级啊，打四十八级，一套连招还没升级，啊，那还得打一套连招啊，因为这个四十八级是必不可少的。我身上小黄书是真不够啊，这里呢再来，最后一个兵啊，作案作案，好，四十八了，收招不打了啊，直接呢换一个，其实这换啥去都无所谓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 B 站啊，上天。直接一个斜着跑来到窗口的位置，直接呢空中一直飞，没事儿。你啥招都行，我就不下来了，我就在空中这个，什么时候船过来了，什么时候直接啊，妹妹落地一进船完活，问题都不大是吧？你强着你强对吧？老子飞天王。感谢只为守流量，谢只为守流量送的。好，船要到了，十二三颗一个笔记啊，船来了，大哥啊，这里落地，落地进船。完美的姿势落地啊，谁也没打着我。那么呢，进船以后呢，咱们直接是把小兵快速清一清啊。这个地儿呢，先用这个爆箭出一出，再用火箭出一出啊，把这个小兵呢都给他杀死。然后捡战药机之后呢，继续这位置铁甲换爆箭啊，也是杀。这个爆箭呢，这个可以90%取代电箭啊，就是唯一是几个 boss 以及这个铁马兵取代不了电箭。这位置还给我刷毒蛇呢，赶紧 AB 啊，不给机会，不让他们咬我。那么呢，这个分数也是巧了，这个分数刚好48。这局的分数也是真他娘的没浪费啊！之后呢，这里呢是赶紧往前冲啊，赶紧冲！弯弓箭手呢，尽量用爆箭的时候一定要用撞啊。当然了，你如果不追求速度就没这个必要了。追求速度的话呢，用爆箭一定要用撞啊，因为呢不是撞的话呢，会有一个爆炸效果，很坑。这里呢直接调个隐身衣啊，然后呢先爆气扔隐身衣，直接往前冲打司马懿的开场，因为司马懿开场会扔爆，然后呢直接开场给他打死，然后马上切火箭，你还能跑哪去啊？吕布，告诉我。告诉我你能跑哪去，搞定啊！然后呢，剩一个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位置呢，直接调个毒标啊，省着命中不了。下 BA 起手，前前 A 下 BA 前前 A 完事，直接带走一个隐身衣，一个细桃期间，直接呢秒杀了三大 BOSS。然后呢，刚捡的莲花再别浪费，直接一丢，四个全杀啊！这个莲花的命中率加这个伤害是很高啊！之后这个位置呢开杀，然后这怪呢也懒得换火箭了，因为怎么都是两下。之后继续往前走，还有一个战场机没什么大用了。基本没什么大用了啊，也有点用啊。张辽开场的时候清小兵，哎，我这里是脑残了，我这里看着牛的第一时间想起牛怕兵剑啊，怕兵，然后呢撇出去一个战场机，说实话这个脑子有点不太灵活。然后这里继续啊，这得打快点，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时间器啊，我这个速通是不减时间器的，这里没有时间器的话呢，这个五虎将很有可能到点是吧？所以说呢，这里必须得快。那么呢，直接调个小黄，调个小黄柱，咱们就往前走，小黄柱呢直接丢完事。然后呢，这里是给他们拉过来啊，拉过来。没有腰带，这个伤害呢会略低，但是不要紧啊，可以用能量补啊，能量补。黄莹的这个四十八必杀呢，压起身很厉害啊，但是平时的话呢，不压起身不太厉害。这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还行啊，这位置只要诸葛亮命中就可以了啊。先把老公关好，其他的不用管啊。这位置呢，准备啊，四十八必杀，走你，起飞吧，妹纸。打不死我，太没完事了，小王叔，起飞。落地，
再见啊，团灭，开始吧，补一个必杀啊，插一个小黄书，补一个必杀。这个打最上聊呢，只有用动物书啊，除了动物书以外呢，别无他法。这位置呢，我先开个48，清一个开场兵啊，因为呢这里上聊是第五优先啊，如果你是不用个必杀清个兵啊，那你在变动物书以后呢，你也连不上啊，白扯。这位置直接来啊，变成野猪，然后呢暴气往右打，这位置66A先顶到满编，66A下编，开始我的无限连啊，现在呢就是看运气了，这个怪干不干扰你，如果不干扰你一个动物书就够了，干扰你就得俩啊，这就是看脸了啊，你看像这种就白扯了是吧？因为上聊不是第一优先，所以说的话呢，这里呢你就没有办法。这位置呢变成了一个兔子啊，咱们呢直接顶它，然后挑一个酒壶啊，这位置干不干扰也无所谓了，因为两个动物书张辽必死，然后酒也够用了，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小酒可减可不减，对吧？因为你如果现在这个位置抱的是大酒馆，其实也是够的。哎，那这么看的话呢，这个方案可以改一改啊，背面可以留个电剑啊，把小酒换成电剑，因为这个小酒用不上是吧？换成电剑的话呢，还能可能某些地方会快点，但是呢，需要操作稍微还得往上提一提啊。有这个电剑的话，啊，因为呢多一把剑占格子，多切一个剑是比较费劲的。这位置呢，一个隐身衣打了这个葫芦精60000多血，然后扔下个隐身衣，最后呢继续前切下憋，前切下憋，暴击再来，啊，不要断连。嗯，这一波呢又是一个小6万，感觉就差不多了，要扔下个衣服了。啊，这波打了10万，这波为什么比上波输出高那么多啊？啊，比较奇怪。哎，这里是脸还没打着，要不这个隐身衣是可以杀的，有点可惜了。啊，这一下应该也能杀。好，我们来看，暴气，除，隐身衣被消失，除 A B 前前 A 再见。哎呦，这位置因为我是发现我的隐身衣要到点了，我怕背后打我，所以说呢开了个 A B， 这里问题也不大，两不耽误。因为的话呢，内怪隐身我也隐身，我打五神也是一样的，反正最后结束呢，我也得打一个五神，对吧？然后呢，咱们这里呢，先趁他隐身的时候揍一揍五神啊，他刚好现身，对不起啊，误伤，不是故意的，这里赶紧扔动物书啊，赶时间嘛。这位置他在跑，哎，跑小贱人，哎，好吧，这里追不上了，这里追不上了。那么呢，咱们继续再补一本动物书啊，这就是动物书多的好处。这位置呢，调一个大脚啊，然后跑啊，他怎么跑了呢，老弟？跑了呢？啊，怎么了？怎么了鸭子，跑啊，你看是吧，白扯了，爆酒继续连。我们来看最终的用时啊，可能47分钟都用不到 OK， 那搞定了啊。这里呢是感谢这个埃德泰老板啊，一波这个精彩的点播还原的速通，也是感谢各位呢将近50分钟的一个收看，我是解说永恒，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